门牌大明星，人生界的欢迎收看我们大明星。台语金曲首首动听，今天要唱到你心坎里。有这样而已哦，令人着迷的旋律让佩岑也忍不住来上一曲。哎呀，果然是佩岑的招牌歌曲，唱起来特别有感情，不禁让宪哥讲起了爱情大道理。用真心爱一个人，哎呦，这个太厉害，这你就拢无啦。哎，这我什么没有？拜托，我跟你讲，我每一段感情都最真心真意的。啊，你有那么多段啊？我靠，感情是这样，当你真爱来临的时候，是我们谁也无能为力。哦，偶有稍微重叠的地方，我们会把它处理的比较顺畅。用真心爱一个人，他是用真心爱每个人。对面那个我跟你说，咱两个互有把柄。不要这样子。哎，你们两个是最佳搭档，不要这样拿着把柄互揭疮疤。有种就真的对你最在意的人，例如是。被给那低锅两个出来，嘿，对不对？就有亲切感的呀、啊。天时地利又人和，是。嘿，你看听看酸酸的了。是嘛？刚好。有什么心结，对不对？对吗？对对对，有我们也不可能讲出来。台面上不好意思。我为了要证实我跟诸葛亮是没有心，怎么可能有？那你透过电视机跟说几句话，好，跟朱大哥讲一下。朱大哥，拜。我的心跳慢。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我是侯佩岑，厉害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金曲奖的歌王，是的，大歌级的人物、啊，两位都曾经得过，不，应该说三位都得过，包括我本身。是的，天皇，当年呢，一首歌曲啊，真的是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金星挂着金啊，那还是我本人，是是是是。后来经过一段努力之后，人家得到金钟奖的肯定，那也是我本人。可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吗？今天来宾没什么好聊的。第一首歌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金星挂》。不是，歌王级的人好不容易要出专辑了。对呀、啊，他每一个专辑都是红遍大街小巷的。一起来欢迎我们新任金曲奖歌王翁立友。林心得一捧，翁立友，欢迎人体向日葵翁立友。谁来就爱出脑波，天无绝人的心意路。我也唱。别人若有啥困苦，应该互相来帮。
新歌好。哇，敏庆，你看我们节目的收视率都是非常高的，对，而且他非常认真。除了歌艺上的展现以外，有没有看到把自己打扮成一朵向日葵？哎呀，我这款有类似，这里都有，真难得买的。我打算恭喜，哎呀，恭喜尊比哎，哦，因为他觉得理由呢？这个得了金曲奖，只要高兴一晚就好了。哎呦，往后的日子哈，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了。然后，恭喜恭喜，谢谢金哥，这实至名归啦。啊，他也因为来到我们王牌大明星啊，因为那一集我记得有这个大牛哥还有秀琴姐，好，然后制作单位安排，让他们得过的那个金曲奖的讲座，对，借你握一下，借我摸一下，然后，所以说呢，这个没有王牌大明星就没有今天的翁立，真的。这个不是谦虚的话，这是真的。有狼人就会哎，对，人缘很好，所以啊，他一出片啊，很多好朋友都愿意帮他的忙，对不对？像后面来的这一位，不是在吹牛，他这个人很少帮别人，对，怎么对？对，今天是这样，今天是他。是这个我的这个大恩人出唱片，他是你的恩人，他是我的恩人，哦，没有他就没有今天我这一段我有看过，对，他换肝给你了，不是你是啊，他不是啊，医生搞我盖小介绍，对，没去的，不会就说啊，我们牵挂你牵挂，啊你来啊都对不对？来同一个公司会不会抢了我的风采？对对对对，不来不担心，所以别一边唱新歌安内吼，成功吼。我说哈，演艺界哈，真的哈，难得像宪哥、像小虎哥这样子的，那么多有八等，被看见。小虎的歌啊，陈如他有一首歌里面这样唱，是我要的不只是朋友。哇，他那个，所以他还升华，是小虎非小虎，你骑的小虎，你是黄色的嘛？哦，他是虚的，对对对，啊，这个这是船，哇，好红，虽然弄个这虚哦，黄小虎，几家刚开始加入，两只老虎，小虎老是搞不清楚，那今天他也来了，要为因为他发最新的这个专辑，哦，伊亚出唱片，对对对，阿丽亚出唱片，无我无出。哦，所以反而是你得奖，但他出片，对对，那两个都是有目的来的啦。我没目的啊，啊，一定要先准备好目的，因为这个将来比较好找。靠山面海是比较贵的，那你介绍一下，一定要，来一起来欢迎我们这位站台的好朋友，好的，蔡小虎带来一生之努力。我的泪因为你变成伤感彼粒星，我的心因为你才有温暖的冬天，你的情为着我甘愿吃苦想你，你生我一生回头我过去都是这呢水，你一张我一张黑色的相片，美丽的记忆，谁人甘心离开？一生只有你会当原谅我的脾气，一生只有你会当体贴我的伤悲。为什么？为什么等到你无？为什么？为什么袂当予我的命换你？地狱天长我生气，一生只有你会当原谅我的脾气，一生只有你会当体贴我的伤悲。为什么？为什么等到？为什么？为什么袂当予我的
两个真的都是唱 N 的，哎呀，请观众朋友他问候一下。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哎呀呀呀，你好！哎，新的专辑《重感情》啊，重感情，哎，重感情，真的，对，你看等待多久，终于发片啊，一年多了。哦，你我，他有一阵子把自己封闭起来，对不对？那他也拜托好朋友关心嘛。刚才你刚刚靠过电话吗？我这当然没有，你的电话怎么打呢？后来打给张秀清嘛，要问嘛。他说张秀，我很久没联络了呢，这样。你跟他们都有在联系？有没啦，刚公司嘛，出来走走，他搞到最后有点忧郁症啊，还好啦，嗯，哎呀，人生要看开一点，得什么病医生会叫你看开，斗鸡眼，没有病，你要看开的，得什么病护士会叫你小心肝，他的肝硬化，我都没病啊，没病啊，对呀。一定要往这个活泼去走，对对，好吧？开开心心的。啊，最近有一个演唱会，就在找你们这些人啊。有吗？有，他是在闽南一带这个巡回演唱。嗯，我跟你讲，一个所在你若唱两工都好啊，你都唱到七十岁，佫唱袂了。啊，我等下跟个电话给你。一定要，一定要。我帮你介绍一下这个闽南语的一个走穴，到处去唱，好吧？对对对。唱到七十岁，对啊。哎呀。所以你看这个市场是很大的哦，对，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好，很好奇耶，到底是哪个地方？它的福建沿海。那我这边搞什么了？因为我到那边突然间有一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要开有一个那个拼盘找我去唱，我说啊为什么找我呢？他说有一首歌《魔力的下期》在那里红到了不可以。在那边挖吧。不知道谁唱的啊？在这个无你的城市，啥你不知道我的歌哩？你为头到尾拢在播你自己，没错。张秀清的婚姻助教蔡小虎竟然是第三者。所以啊，目前还是啊，保持着单身的心情。目前还是，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秀清为了你都离婚了。小虎哥，我的克鲁啦，克鲁你怎么办呢？哎呀，你讲你列名堂姐。错了，这两个算是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哎，我们两个是老朋友哎，以前歌林的同事哎，真的。对呀，啊，老朋友做纪录片的修包黑罗杰。对的，对的。而且这次很厉害，唱这个娘家的这个片头曲，片头曲，片头曲，用真心爱一个人。哎呦，这个太厉害，这你就拢无啦。我什么没有？拜托哎，我跟你讲，我每一段感情都最真心真意的。你有那么多段呢？我靠。啊，我们都几岁了？那我们只有一段而已，你都那么多段了、啊。那边跆拳道你偷给我跟你讲啊，感情是这样，当你真爱来临的时候，是我们谁也无能为力，你就勇敢去面对它吧。啊，等到结束的时候，结束就结束。就你每一段都是真爱就对了。当然啦、啊，偶有稍微重叠的地方，我们会把它处理的比较顺畅。真心爱一个人，他是用真心爱每个人。每一个他都很真心。我也是用真心爱每一个歌迷啊！啊，对了，对对面那个我跟你讲，咱两个互有把柄。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亲爱的。所以呢，目前还是啊，保持着单身的心情。目前还是，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秀清为了你都离婚了。目前在协商之中，我协商协商之中，免啦，你都点掉。哎，阿伯，你都你像讲，点解你讲小五哥？我的克鲁啦，克鲁你六十万的红包。哎呀，你讲你列名堂姐。我克鲁，我克鲁，两个结婚要在我面前那么清楚啦。对啊，对，我啦，起码是六十万，现在没有，我已经现在加六百万，没有没有，我拿去赈灾了。啊，很多人都讲了，最近说啊，那这个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同理心？我们还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大家快乐，
对，啊，就在港口啊，你给我等嘛，那个港口那边是，我们化为实质的力量。是，你看我参与很多的公益活动啊，一些物资啊或怎么送给他们，内心的温暖他们是感受的。昨天我们也是送一点欢乐去，对啊，两个小时时间在接电话，接电话啊，哦，赈灾，赈灾的电话，对啊，非常好，好吧。讲正经的代志，我嘛是看起来不正经，但是我内心是很严肃的，好吧。那我们先来这一首歌，听一下这个《虎视情歌》，好不好？用心爱一个人，用心爱一个人，来来来，一起来听。寒冷的风有云作伴，风中的我，谁人来陪我？痴情的我，寂寞孤单。温柔的我，心痛。心爱的你，唔通讲别人是对你安怎？这款的话，刺激着我。心爱的你，唔通用爱别人方式爱我，将我当作家里红啊，啊用真心爱一个人，着感情活这重，用真心爱一个人，哪会爱到这戆这呢茫？唔通讲别人是对你安怎，这款的话刺激着我。心爱的你，唔通用爱别人方式爱我，将我当作家里红啊，啊用真心爱一个人，着感情活这重。用真心爱一个人，哪会爱到这戆这呢茫？用真心爱一个人，哎，真的好听哎，哇，你这个谢谢，对不对？这个 Enga， 我看这个三十年内很少有人能超越你了。三十年啊，怎么样？三十年后，就差不多了。你要唱多久啊？活到老，唱到老。活了，我不想要唱这句了。啊，将来还有什么其他目标吗？多得金曲奖呀，对。因为我最新专辑也在筹备，哦，那希望我出新专辑的时候，还能够来到王牌大明星。啊，这不是什么话，对不对？啊，希望不是说你希望就能完成。哎，光子不汤得喂。有时候因为节目他不一定做那么久。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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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介绍给公司，是是是，然后今天他有这个成就，哎，我会觉得哈，我也刚刚做安慰，然后自己觉得自己眼光真的不错。人家说幸运草第四原则，解决别人的困难，也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行不行？是。现在他更红了，得到金曲奖的肯定，你发片他还帮你站台，不就对了吗？狼都想来互相帮助嘛，对不对？互相修嗨的不艺术啊。我想闽南语歌坛的男歌手里面两个最重要就是在这里了，除非说我个人发片，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你发国语的啦，啊，你好，用歌声来证明好不好？功力有带来的凹几张来。着你的梦，就牵着你心的爱的人，咱有缘成双，无缘我无。
祝你幸福平安，祝你心美满，这话会伤了归心人。为你的一道吃饭，风雨话也爱行，这爱要转分对我太暗。祝你幸福平安，男女那个溃靠有唱出来就是很棒，有没有看到？尤其是也嫌那个高很厚哦，不过没好群弄也有假意，真的吗？那你那个唱起来还有鼻音，有没有？对对对对，还有张的移动，张的结尾的音本来就是鼻腔收尾，不够厉害。张秀清还是比较猛，他还有喉腔、眼腔、耳腔，嗯，好清楚。这个麦克风的运用就很厉害，对，尤其是闽南语歌唱起来又特别有味道。对对对对，阿弟红杯刷唔唱见，唔通啊？唔通不唱红杯刷？红杯刷，小时候唱到大，我系当初去唱嗰边啊。苏联国。手触摸不的心声，哎呦，好铁情都要唱这红背山呢。目睭像映着红背山，目屎像雨水流袂散。还要吗？多亮哥出来，对不对？就有亲切感的呀。天时地利又人和，是天时先啊。是怎么样？十几二十年没有看到这个人，对，大概想要看嘛，对不对？对。地利就是安啦，1550万人，就台语人、台语人都会想要看他嘛。对。人和，哎，家都会招架工，哎，12岁的儿子都给长出来了。范可钦大导演还帮他拍了5-6支广告，对对对对，对不对？嘿，你还听看酸酸的。你看，没错，你事业计划就做很大哈，人要放宽心哈。刚好跟我节目有对答，人家就说我们有心结，有什么心结，对不对？对吗？有我们也不可能讲出来。台面上不好意思。为了要证实我跟诸葛亮是没有心，怎么可能？那你透过电视机跟他说几句话，哈，跟朱大哥讲一下。朱大哥，拜，我的心跳拜。林北好好笑哦。
我还有机会，我还可以上他的节目。对呀、啊，他的艺人界，欢迎他回到艺人界。刚刚讲大家庭，对吧、啊？对，怎么可能有什么仇恨？对了，对了，对了，尤其是像那个，不可能嘛！像宪哥的那个巴掌这么宽的哈，对啊，绝对不可能会有心情。不可能嘛，你怎么可能像徐乃麟跟黄安他们这种有仇的呢？他没嘛。讲到大家都没话说了，开玩笑的，好朋友，我们要帮他打歌了，勇敢姐啦，勇敢姐麦姐啦，好，那好，这条歌一定要唱一下，是观众朋友大家都想要听，翁叔麦提起，哇，翁叔麦提起，是我是我，哎，第四届的金曲奖新人奖，哎呦，你也得过新人奖，哇，你看你较操劳，哎，我当初我伫台顶的时候，我讲哦，是咪够有这老的新人，我当时。哎，想袂到嘛，袂低吧？会当得到这个奖。你这算晚熟的嘛？对不对？大家给啊，大家给满天，对不对？提起来那真要人命。苏麦提起啦，苏麦提起，好吧？蔡小虎。王叔，王叔麦提起。来拆分开，我犹原思念你，我思念你。看着今夜的娘子，你敢陪我睡？人生苦。歌就是隽永，好好听、哦。对呀、啊，一直陪伴着我们。东西咱两个周围的港公司还有歌林唱片，有没有看到、嗯、黄以玲、嗯？当时还是一个小女生，好啊，那啊，其实那个真红啊，红啊，对啊。那阵那你说不红呢？我那个时候非常不红。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公司都是偶像居多嘛，金瑞瑶啦，嗯，有没有？还有这个杨林啊，杨林啊。江林慧萍、啊，林慧萍、啊，我的妈呀，够凤飞飞嘞，凤飞飞，叱咤风云的人物。对，那个时候我们公司那个歌林公司办那个巡回演唱的时候，主持人就是都喜欢奔了，然后我是唱开场，哎呦天哪，你看嘛，我们两个最不红了，对呀、啊，今晚我跟咱的天下，这样今晚超级，不要这样说，给声音。好了好了，我知道现在你是本土天王，都给你最红好不好？今天蔡小虎来宣传唱片，总不能让他这么好过吧？有猪肉王子之称的蔡小虎，我们就来考考他对猪了解多少呢？请看第一图，来。哦，欸、请问，对吧？这加盟这是什么的？山猪吧？哎呦，好厉害哦，山猪点火的山猪啦！哎呀，快点哈！哦，哎、欸，怎么？这嘛是啊，这不是哦。现在在考试哦。这个有獠牙的哦。这刚才嘛刷低啊，你认为山？那你呢？嗯，这个应该也是山猪，因为你认为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什么在？我告诉你，嗯，这是长得像猪的斗牛犬。蔡小虎40岁，请去巡回瓦林，还专门为他写一首歌。这首是你的新歌吗？夜夜梦遗吗？夜梦。有靠谱的歌都夜夜梦。大妈妈。
所以你洗过呀、啊？印尼的芭比猪啊，芭比猪，看到贵的在猪在烤 barbecue 的、啊，不过啦，哎呀，芭比猪啊，芭比猪。哦，哎、欸，这个猪这像马哎、欸，这个猪的脚就长了，有没有？这个绝对我们台湾绝对没有，这个不是台湾的猪，有那么多种。这个应该是非洲黑马猪，这个感觉很像水牛，嗯，水牛好，水牛，哎、欸，非洲猜对了，好，大家有没有看到？哎、欸，好可爱、哦，迷你猪嘛，这个还用讲？这可以养的迷你猪，对啊，对啊，迷你猪，迷你猪宠物，这个是宠物猪了，哎、欸，这个，那这个呢？欸这个也是宠物猪，哎呦，好可爱哦！好可爱哦！这个应该也是宠物在养的，好像狗狗。麝香猪哦，哎，这又是什么猪呢？这个、又来了，好像又很像山猪那个。这个是印第安种猪，没有，可能是东南亚那一带。是吗？嗯，油猪，有臭味的油猪，油猪这个在非洲啦。你家己卖猪吧，无又能阿个丢的，我讲。我啊、台湾卖的都是什么猪比较多？欧弟跟北弟，欧弟吧，玩一下山猪点火，好吧？来来来来，大明星三只小猪，哦，厉害了！那么计时赛，好吧？两个人时间最短的时间呢，把三只小猪呢扇到这个蓝栅栏里面呢，是的，那你就能够获胜了。看谁的时间最短，计时开始。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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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会太难。要走轨道，要走轨道，回来，回来，回来！哈哈哈！我没有，我没有，好会扇哦！哇哦！哈哈刚好六十米，哎，不错哦！瓦格利亚哈，哎对，以本计时开始，猪肉王子！哎，你那么。哎、欸，不能伤到猪哦，不能打到猪哦，耶、yeah, 哎，好厉害，好厉害，耶、yeah. 哦，他很斯文，他很斯文的、哦、哈，对，哎、欸，不能，好可爱哦，哎呦，哎呦，哎，有了，有了，哇，好顺畅啊，哎，哦，哦，撞墙了，喂喂喂，进到猪栅栏了，哎，猪脚还在外面，比卡这里往后来，哎，一脚了，好可爱。欸、第一看到小友哥就乖了，我真的耶！哇，成功了！各位，四十秒，四十秒，哎、欸，掉了，哎、欸，跟猪一样，哇塞，好厉害哦！我跟你讲，他四肢也不过五十秒，有没有？太可爱了！哇塞，获胜了，果然就是我们猪肉王子蔡小虎。啊，嘿，有惩罚，惩罚是啊，惩罚来，请掏进来。这个是，你干嘛这么粗？你俩真的是，哦。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分享。好了啦，好了啦，哎哦、剩下的给宪哥喝啦。哎呦天哪，火气大。哎呀哎呀，小虎哥，哎呦哎呦。哎呦啊啊啊！哎呦，哎英雄惜英雄啊！是的，是的，是的。这我们等于是举杯哦，来庆祝一下，对，因为专辑唱片能够大卖，谢谢。嗯，好了，那你现在还能唱歌吗？那林姐醉嘛，心中醉姐在唱。我不，他这首是你的新歌嘛，《夜夜梦遗》嘛。夜梦，夜夜梦啊，三里娘。哦，三里哈。你给我来讲哦。继续光哦，你身体有够好的，歌都夜夜梦。继续光哦，是台湾的也算创举。对，顶的啊，那有人因身体也好的。继续光是金瑞瑶哈、哦，跟许安静啊。他们夜夜，哎，夜夜处理，因为今天去日本请一个。哎、欸，虾怪老师，我、哦、是浪花节人生那个当当当当当，对对对，哎、欸，一会下去秀怪老师帮我下新歌，就那一位嘛，那直接去笑了。那个叶老师叫做四方张仁，所以你看这个
哥今天也好好的跟跨海为他写歌哦。对，嗯、来来来，那我们就试试看这个夜夜梦，好吧？来来来来。日日望望你感动，望你对我有情意。乌云天是什么原因？我的魂随你到天边，夜夜望望见着你。情绵绵，夜夜茫茫，你早日对阮来表示。若想着有你做阵，若想着爱的滋味，心肝内永远是春天。早日对阮来表示，若想着有你做阵，若想着爱的滋味，心肝内永远是春天。真好男人蔡小虎，私下是个电视大白痴。面包超人 ，Oh my god！一二三，跳！停！大明星，好听好听！哇呀呀！你有到过日本去发展吗？本地是这两首歌，在台湾发完要去日本演出要发、哦嗯、啊！啊，这个因为迄在台湾卖了无够好，所以、那個、哎呦，你那客气啊！金瑞瑶，以你的金钟丢伊，哎呀，以你的外形，我跟你讲哦，你真的很适合。对，加入日本三口组，大哥都长这样。我有认识一家刺青师傅，那个恰鬼念来哈，刺起来就更有味道了。提点那个尤其这个小虎哥这个墨镜一戴，哇，这个阿弟点你就不能往日本了。他还是在向日葵界，你别出来跟人公仔节，然后小朋友回去睡觉了。那个味道啦，要有那个人家那个日本唱日本歌，不都有三本头嘛？是哦，我都口，Yamamoto Joji，Yamamoto Joji，三本让二，宽我多拜嘛。Yamamoto， 就三本让二，是一个歌手，你看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好了，来接着下来再来玩点别的，再来玩一个新的游戏、啊、好不好？天才跳跳机游戏说明，来宾配合乐队节奏跳动，挑战成语或图像填空，跳到正确选项即可过关。天才跳跳机请出题。地球之和，屹立不摇，还用假动作，其貌不扬。好听，好，恭喜翁立友一分。来，请出题。不可一世。哎呦，是有是有是有。啊，南北为先，南北为先。罄竹难书。哦，这个难哦。哎，睡睡睡睡睡。肝胆相照。哎呦，是有是有。小泽玛利亚，哎呦，这话嘛别想。哇，真我是谁？小泽玛利亚。天赋啊，因为这是 A 片语言啊。哎呀、啊，这个技术是越来越改进。他每一个都是很像啊。好，三分了，好吧，人五分人家就赢喽，3-0，请出题来。哈士奇，很简单，跳，停，哎呦，以后再这么慢，
而且用余光在处理答案。我家己在看哈士奇，请出题。面包超人。Oh my god！ 一二三，跳停。面包超人，你跳去咸蛋超人。面包超人，这个不知道，打电话问桃子就知道了。我刚刚都不知道你是，我刚刚听樱桃小丸子，其他我都不知道。桃子怀孕的时候被那个一周刊拍到，然后整个人长得像面包超人，瘦下来就更漂亮。对，哎，好，3-4，这老鬼呢？这老鬼，这样我帮你玩，我帮你玩。好剩下1分了，你不要以为你玩会赢哦。开始，东京铁塔，哆啦 A 梦，小猎人，黄立行，咬咬，呦，沙很大，莲花指挥池。国父，还怎么可能会错呢？哎，完了，好了，所以呢，今天就不惩罚了，这样子啊、哦，对了，平分，这一题算是我的了哈，来，那最后就带来这一首天利那西面，我们两个一起合唱，当做我们的这个 happy ending， 来，谢谢。爱到心惊才知痛，心的嘴提心内话，人生需要讲条命。缘分啊，为何无留名？人是我独靠。